带路啊！哦呀，你是我来呀！
我自有道理，你请坐。来来来，李天啊，如果若是你有一天登基太保了后，你有啥物打算呢？我嘛，有啊，这个国家若袂。非同小可，祖先留下规矩，为人君者设立人事啊。依你心意，千变之下，向你父王你奏明，若要做一个明君，同爱就要四海相平，令得了百姓，唔要受起了挑起战火，百姓受天地之下，若是挑起战火。国风吃百姓袂当安居乐业啊！最主要为人君是仁慈，爱戴百姓如爱子。点西金元宝殿，文武百官喜道，由你文武百官大神协助啊！俗语说得好，六神赶来出手。